好的，我们今天呢将来突破极限，来破这一款 Mario.exe。之前呢我们一直摔石摔石摔石，加上摔石实在是受够了，所以我们今天呢要拼命的摔回去，不是摔回去了，就是我们要破关了啊！我们进去看吧。前面这些关卡呢，我就先快速带过，反正不重要。这一边我已经很熟练了，这一边。为什么不行？为什么我不是有跳起来吗？为什么？给我一个理由啊！如果理由我不接受，我不玩哦。有，这次可以了啊！这次。超快速的手啊，我的右手掌握着快速之神的命运哦。我在说什么？我不知道啊。快速之神赐予我力量吧！啊！你明明抓到了，你干嘛？放开所有！哦，极限跑啊！完蛋了，太早跳，哼，最后一条血量，熟能生巧，熟能生巧，在下面，哎，你看，这边是我完全没来过的地方，下面 OK， 你骗我！你骗我，他骗我，明明就在前面，我跳过去就 OK 了，他骗我。OK， 我知道，这一次我一定要五条命通关。OK， 我回来了，这片大陆啊，我带着我熟练的技巧回来了，太熟练了啊，完全就是老江湖啊，这边。啊，不。要重跑多一次啊，真是非常累人的事情啊。Mario 到底在生气什么？ Mario 又不是我们不要选你，是你自己不给我们选的。我也很想选你啊，奇怪的。Girl, no, why, no, why? OK, 这个不要听他的。OK, 跳这边。OK, 哦，终于来了哦。他叫我看后面呢，他叫我走回去。Oh my gosh！ 阿里奥，那是你的公主，不是我的。很好，要救的公主没了，我们可以回家喽。我们要跳掉哦，在跟我开玩笑吧，马里奥 ！Oh my god！No, 都是你的错，马里奥，我明明过关了，为什么你要把公主杀了？不对，你为什么你要把我杀？把公主杀了就算了吧，公主什么的我也不想要了。按跳，一直按。跳！哦呦！OK， 我们成功了。OK， 继续跳。OK， 你是下一个。哎呦，这个字好立体哦。我们要进去吗 ？OK， 这个。Oh my god！ 吓死我！我的心脏都要跳出来。这边是哪里？这边 ？Hello，anybody？ Oh my god！ 阿基坦，短哟，我是召唤来的使者。丢！OK， 恶魔。恶魔叫 ，OK， 哎呦，羊是恶魔，对，怎么办？为什么变有血迹了哈？中二病，对，踩死你！过不去，赶快回去！哎呦，不要杀我啦！狼不喜我抬啦，我只是不小心踩到而已啦。谁家在我脚下呀？不能怪我！哎呀！哎呦！Game over！ Oh my god！ 马里奥才是最终的王者，马里奥才是正义。
我们的王为什么变成我们的王了？一定不是这么单纯，一定还有东西。哎，果然还有嘛。也许我们可以去地狱不是为了你做的事情，也许我们可以去地狱的事情你不承认的案件永远不会到来结束了。为什么会有中文的？这应该不是中文的游戏，为什么他知道我会中文？这游戏不是英文的吗？然后现在我们画面就这样卡住了，就是最后的时候我们是踩死他嘛，我们尝试跟他靠近看一下会怎样吧。 2 hours later， 我是白痴。其实呢，刚刚呢我已经再多一次破关了，就是到后面去了，但是我忘了把录影键给按下来，所以我们现在再重新走一遍吧，反正很轻松啊。Oh my god！ 哇！跟你说，路易，你还是去死吧。马里奥这款游戏名叫马里奥，就是他的名了。OK， 路易，你还是走开吧。公主，你去死吧，公主。公主这边没你的戏份了，公主。你觉得一个尸体能跳起来吗？不行啊，所以我当然是先跳先才被他砍的啊。我之前尝试过了，就是轻轻的碰触它也会死亡，所以我现在尝试要跳过它看能不能。没错，你看后面还有一个缝隙，所以我们尝试跳到后面。你好兄弟。哦，还是一样耶，那我们就赶快逃离那个出口吧。出不去出不去，怎么办怎么办？哎呦哎呦，我的妈呀，怎么可能逃得赢了？他根本就是从四面八方挤过来的。好的，那么我们今天实况呢就先到这边。那我终于把这 Mario.exe 给破完了，终于迎来了 Sonic.exe 的时代，终于要换游戏了。Sonic 应该会比较简单吧？喜欢的影片的话，可以点个喜欢，并且分享，千万不要去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。我是森林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